包子给我便宜点了，你便宜不了。哎，这海螺多少钱呢？不搞就这个钱。谁来的吧？刚才。这个多少钱一斤？三万。这我全包了，姐姐。你给我匀点呗。匀不了，我这房车过来的，我挺多人的过来了。脸特别红。这难受。难受，中暑了吧？那全装上吧，那个。啊，全装上。行，我找个大家呗。兄弟，匀我们一点吧。不行的话，一会儿我还出去打，咱一起去也行。还可以抱团呢，那我们也算一份，行吗？我看你特别难受，你怎么办呢？东凯是不是中暑了？你跟他们唠一会儿去。我在海边等你。那你去哪儿？你找个地儿先休息一下，我跟你们去，可以吗？行。我可以上船吗？可以。啊，可以。哥们儿，我把左姐就交给你了。行。你不用惦记我了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帮你拿回来最新鲜的这个海鲜。出海气势一定要有。其实啊，这个出海打鱼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个什么事儿了。可以说今年这个海呀，伴了我整整一个夏天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一定要满载而归，小鱼小虾小海苔，我来了。这还有那么小的，我们这个别要了，把它放生了吧，是吧？让它再长大一点，小的扔到海里吧，找妈妈去。哎，你别夹我，我准备放你走的。啊，夹我，你看他不愿意走。海鲜你们想怎么做呀？鱼的话，就是加炖呢。加炖。海螺的话，搁那啥烤也行，搁上那个包子，直接烤。试着尝试尝试，晚上帮我们烤。行，尝尝，看你们手艺了。姐，这到咱家了。真到了。对，到咱录音地了。哇。来，太浪漫了，收获满满。这是咱是出来了，不得浪漫。董凯，好啊你呀、啊！我说刚才上船干活的时候没你呢。是啊，我就是给你们惊喜的吗？好啊，自己在这儿准备偷吃。你看这一桌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多丰盛啊？然后你们买的什么呀？你看看啊，我们出海打的。出的海货。这么多海鲜、啊。特别新鲜的。这确定是从海上捞上来的？当然了，这都是本海的。你看看。给你们点个赞，给你们点个赞。来点个赞。干活的时候你就跑了。分工不同啊，我也在干活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最后几串穿完了。活糊，虽然烤糊了，但是好吃，是不是？人家说了嘛，糊香糊香的味道，我们尝的就是这个味儿。尝的海螺跟他烤这个，不焦不焦，杠杠的，杠杠的，哎，很入味儿，这个海螺啊，很鲜，对，尝一尝这个。我第一次吃烤海鲜，不瞒你说，我跟你学会了一个新词儿，就是品尝这个的味道，说糊香糊香的。糊香糊香啊！哎，你说的还真是一绝，我品尝到这个味道了，真的好吃。这还用品尝吗？就是糊了以后吃的那种香味。再次来到绥中，我们两个都属于第二次来了。给我们这个心里的感受还是变化很大的。哎，小杨家那叫靠海吃海，而且呢，咱们当地利用这个旅游资源的优势，又引来了外地游客，又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现代的生活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这就是妥妥的香味儿，妥妥的香味儿，每到一处的话，都会给大家搜寻，就是特别贴地气的。对。然后呢，属于宝藏级的，但是呢，又属于平民级的一种美食。我们这一期不光体会到了浓浓的香味儿，我们还体会到了浓浓的乡情。来，干一个，干一个呗。好，干一个呗。非常快乐之旅啊！祝你俩幸福呗。老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这是上苍的馈赠，不能辜负。住在海边，有海鲜为伴，那住在山脚下，又有什么样的特色美味呢？